我介绍 HU56 侧洗两轨矩这款锁的开启读齿钥匙的制作方法。这款锁车门八个齿，点火也是八个齿，它的齿深度是四个。下面我们测试这款锁的工具插入锁孔，测试齿位，一、三、五、七，下面是二、四、六、八。这款锁向车头开启读齿最方便，也就是逆时针。下面我们开启测试，好了，不动，压到位，不动，压到位。压到位，下边二号位压到位，四号位蹬了，六号位压到位，八号位敲到位。好了，装了，开启了。开启以后读齿，一号位是三，三号位是二，五号位是二，七号位是二，二号位是一，四号位是四，六号位是二，八号位是一。我们把这个读齿的齿号做记录，三、幺、二、四、二、二、二、幺。我们按齿号在相应的齿位剪切钥匙，三、幺、二、四、二、二、二、一，我们连线。把多余的部分剪切掉。这款钥匙的两面按同样的方法，同样的齿号剪切完以后，测试车门，车门好用，点火跟它是一样，全是八个齿号，不差齿，肯定就开启车点火了。